踪。根据路透社，除了游子蜂拥回家，外国游客也不期待的前来我国。确诊患者即便已经痊愈，有可能会面对长期症状的困扰。我们相信疫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，身边会有越来越多曾经确诊的患者，其中可能包括我们的朋友、同事、家人，甚至是我们自己。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个新常态，而且大部分的人开始觉得确诊好像不是问题哦，反而更关心的是确诊后遗症对我们的影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会常常听到或看到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报道，比如染疫后的患者会有免疫力下降、容易疲劳、呼吸道困难等等。更有专家列出了对肺部、心血管、神经系统，甚至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长期影响。目前市面上出现了许多可以帮助痊愈者调理身体、补肺补气的产品。十之翼免阻汤饮系列也推出了一款益后补，一款专为患病痊愈者调理身体、缓和身体各种不适以及减轻后遗症而调配的滋补汤膳。最重要的是，所采用的材料素食天然，有助于修复肺脾功能，增强免疫力。更在配方中加入了有机硬加果粉，充分提供了痊愈后的身体所需的优质高蛋白。而且它不需要烹煮哦，只需要30秒的准备功夫。不管是上班、上学、在外或是繁忙的家庭主妇，都可以轻松简单，让益后补为你补肺强脾、健体强身、恢复元气。